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Queen's Pet Eye 的 Cat。 我今天同大家讲一下长头发通常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头发很散，发尾很干。跟住落嚟，我会同你示范一个解决的方法。Meat Fix Oil 它里面的成分有葡萄籽精华和牛油果精华，它最主要不同就是它比较轻身的。我们 apply 落去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用两滴到就 OK 的了。在捽匀晒在个掌心那里，很平均地搽落头发中至尾部。我们梳它搽完之后呢，当我们用梳梳它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会顺滑很多，减少我们梳的时候折断的机会。用了 Meat Fix Oil 呢，我们吹头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再浪很多时间这样逐层这样吹上去。我们可以很rough 咁樣養到個頭髮好乾，只需要吹一吹個面咧，佢都有一個好貼服嘅效果。咁吹直頭髮嘅有啲方法或者有啲 tips 俾你哋咧，就係、是、當你吹直頭髮嗰陣時咧，你就需要比較個碌同埋個頭髮咧要比較掹得有力嘅，咁條頭髮吹出嚟直嗰陣時咧，咁佢先至會唔會話凹咗或者反咗，同埋佢會更加容易令到嗰啲少少微攣啊，或者你嗰啲散咧就更加係順滑嘅。咁吹完頭髮咧喺乾頭髮上面用咧，其實佢個效果仲顯著嘅，因為佢你再擠少少，然後之後都係好似頭先濕頭髮咁用咧，你塗喺手掌嗰度咧，然後之後喺個面嗰度，淨係俾啲面佢。咁你見到佢咧，嗰條頭髮咧完全就會好光澤好多，同埋佢呢一個Meat Fix Oil 咧，佢因為佢最主要有牛油果成分咧，所以佢 keep 到啲頭髮咧好 shiny， 同埋佢可以 keep 好耐，佢可以一路一路你一日到夜晚你都會好光澤，唔會話好似有啲 queen 份嘅形狀嗰啲 oil 咧，佢哋頭髮索咗一陣間就會冇曬咯。咁啱啱用完呢一支 Meat Fix Oil 就覺得好潤、好有光澤，同埋一啲都唔甩，解決咗我頭髮上好毛躁同埋好容易打棘嘅問題啦。